你们两个人同样需求的一个东西叫做被。你是来服软的，你想服软，但你嘴上依然很硬。我是为了孩子啊，其实是因为离婚之后你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没有人在牵挂你，没有一个可回的地方，没有一份家的这种守候，你觉得哎呀这不行。但那不是你真正说爱这个女人，想为这个女人付出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是因为你需要。所以我深深的怀疑，即便你们复合在一起，你依然会走回老路，你只索取你不付出，你只把烦恼带回家，你不愿意把温存给到他。所以虽然今天你是嘴硬说不出来，哎呀老婆我离不开你啊，你给我那么多温暖，那么多年的陪伴，说不出来不是你不会说，是这么多年你心狠狠惯了。一个女人对你不离不弃，你赔了也罢，你赚了也好，人家自强自立，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，你回家都没给人家一个笑脸过，看见就烦，话都不想说一句，那你回来干嘛？欠了钱不说好好还钱，在外面喝酒交朋友，花天酒地，人家不跟你计较，你就那么狠的心，一再的不去对这个家付出啊，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他能不能回归家庭我不知道，他在外面受的苦受的罪估计还不够多，一旦有好果子，可能那尾巴又翘起来了。但是女士，你真的是心软糊涂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，不去想那些细节，不去深究他究竟这些年他的心在哪儿，你做实际行动给我看呀。你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来考察，是不是这颗心真想回家，把你的心也硬一硬，这个硬不是狠，是有自己的原则，有自己的判断，有自己的人生。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